教和伊的呢，伊斯兰跟基督我们的关系非常的好。今天我们呢还要参观埃及博物馆呢。埃及博物馆就算世界上最有名的一家，那请问世界上最有名的几家博物馆，如果说有四五家博物馆的话，那在哪里？哪一些国家？第一家在哪里？大英。对了对了，大英博物馆。还有呢？罗浮宫，是对法国的。还有呢？埃及博物馆呢？还有纽约博物馆。还有一家在哪里？啊，自己的东西也不知道啊。对了，台湾的。